看清了这个圣经这个道的原则的绝对性，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还是一直高举的，还是哈，不然我们就不是绝对论了，不是圣经伦理了，我们还是一直高举的，我们还是福音派啊，只是我们说除了这个圣经原则以外，还有啊，除了这些道德原则、客观的道德原则。啊，绝对的客观的道德原则以外，还有间歇的是其他的元素，就是处境啊，还有我们慢慢再讲啊，就是这个，还有这个理性啊，还有这个我们心灵里面的感觉啊，这些元素都是要包括在一起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这些元素兼顾在一起，帮助我们去看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比较看得比较清楚，知道怎么样去做，就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好不好？啊，这种的多角度的伦理，就是也是我们这个方法呢，是比较容易去回应，在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些相对主义的伦理啊，对我们的指责其实我们也使用它的，只是我们给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是高举绝对论的。绝对的圣经的道德原则的，也要怎么样去使用它，是我们特别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跳到去讲这个三位一体的伦理啊，三一神的伦理了。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呢？用这个三位一体的基督徒伦理方法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伦理的进入一定要牵些不同的元素。我是用这个。三位一体，因为第一，圣经的问题，伦理的问题不同数学的问题。数学的问题是逻辑，单单是逻辑思想的，啊，一加一等于二，不复杂，很容易知道，一听就知道明白了，啊。但是呢，伦理的问题呢，牵涉有很多东西。我就说，譬如说，我为什么用这个三一神呢？三位一体呢？乃是说，神本身它是一个神还是三个神？对啊，所以神去喝茶，就是去茶吃点心的时候，付钱的时候，神是要付一个茶钱还是三个？所以一个神，但是这个神呢，其实他是用有三个不同的位格，这三个所谓不同的位格都是突出的，天父是天父，在天上的天父。耶稣基督什么不同？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对不对？所以耶稣有这个人性，天父有吗？耶稣也有神性，但是天父没有这个人性嘛，没有这个，因为天父他没有他本身这个位格里面呢，只是在上面的哈，他是没有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是很重要的这个字眼里面，他没有道到我们这个人类这个处境里面去经验我们所经验的，直到我们知道人里面的痛苦的，还有圣灵啊，什么是圣灵？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对不对？对啊。圣灵也是天父的灵、神的灵，对，都是一样啊。所以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灵的灵在耶稣现在是高高在，耶稣现在死了，他走到哪里啊？在圣经希伯来书说，在神的右边嘛，为我们祷告嘛，哈，他是无所不在吗？他有身体嘛，在天上嘛，啊，他能够无所不在。是通过耶稣的灵嘛，圣灵嘛，灵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感觉耶稣的意思，耶稣对我们的说话，通过什么？圣灵，每一个位格，他们所担任的功用都是不同的，都是独特的，有他不同的特色在里面呢，所以你看我另外系统神学二哪本书，我就讲得很清楚，里面他都是分得很清楚。
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说的说，虽然呢、啊、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它是不同的啊，给我们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但是呢，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呢，其实呢乃是给我们看到了是一个方向，一个真理，一个爱。所以有些人说啊，他说三一神是什么呢？三一神呢的本质，它有不同的位格，但是这个三个不同的位格里面呢，它何以成为一体？何以成为一个神的本性、神的本质？那是什么东西？那就是爱嘛，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嘛，啊，所以爱是很重要的，爱是三一神的本质呀，因为它是爱的缘故啊，所以这三个位格它能够彼此的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互相合一，达到连接起来，就是这个三一神的意思。神爱我们呢，这个神呢，如果这个神他的本质是爱的时候呢，那这个神呢一定是三个位格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是爱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爱是有对象的，对不对？我爱他，他爱我，我爱他，爱不能够说只有我没有他的。如果只有我的，那我就是自恋什么狂，自恋狂，对，自恋狂，你听懂吗？自恋狂啊，那个是很怪的东西，爱这个是很怪的东西。如果只有一个人，那是自恋狂。那不行的，爱一定有最起码是两个，啊，所以为什么神呢？这个本质啊，有人说神的本质是这个全体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一种爱的东西在里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神三个一定要需要三个位格呢？乃是因为神的本质是爱，所以需要三个位格。所以神本身已经有三个位格了，所以他可以彼此相爱，啊，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呢，最主要是他彼此之间已经是爱了，彼此已经是爱在里面混行了。然后呢，他对我们的爱乃是一种夫悲满意，已经爱得太厉害了，他把这些爱的恩典呢，夫悲满意的向外去倾倒给我们。也就是这个三一神里面的东西啊，好不好啊？啊，所以我就喜欢使用这个三一神这个教义，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呢，去表达出我们这个基督教伦理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啊。它一方面是用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位格。都是突出的，出经这不是伦理的原则，绝对的伦理原则，两个是不同，对不对？两个元素是不同的，就像圣父跟圣子，他两个是位格是不同的，绝对是不同的。但是在这个不同的位格元素里面呢，他走出来的，最后走出来的，成就出来的，那是同一样东西，这个是爱，好不好？耶稣高高在上，天父高高在上，在天上，他没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只有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对吗？啊，是啊。那圣灵在哪里啊？耶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圣灵在哪里？在哪里？在路加，你看路加福音里面看的。就是天父也是很忙的，在做工啊。他是在，你看天师里面就已经变黑了。周五的时候，天父也是在做东西啊。然后圣子在钉死在十字架，圣灵也在感动那些白夫长嘛。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死的时候啊，追轰啊，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三个不同的位格啊、位份啊，做不同的东西，最终是达成一样相同的东西。就是这个啊，就是神的爱，爱我们，救赎我们的爱，啊，
我就用了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三一神的这些不同的位格，但是其实要表达出的是同一个爱，这个同一个方向，去表达出呢，我们去看就圣父、圣子、圣灵，好不好啊？去三个角度去看事情。我认为呢，圣父代表是什么呢？圣父的权威啊，就是代表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一些客观的规范的标准。我很注重用这个字客观，因为这个促进伦理都是主观的，好吧？他们是相对主义嘛，他们不是客观的，我们是客观的，然后对，然后是这个规范的。什么是规范呢？这是不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 跟这个 prescriptive 有不同的东西，descriptive 呢？这是描述性的，有些东西我就描述给你看，你理解好了，你不理解也没有所谓，这是告诉你讲故事嘛。但是有一些权威呢是规范性的，所以你一定要需要知道的、客观的，你一定要知道的，你就是 prescription， 要医生使字才去拿的，拿就是有规范的。圣父的权威是代表一些的客观规范的标准，就是这个意思，好吗？如果圣父是有权威的，那圣父就是一切事情的终极的因由。所有事情没有神的决定，没有神的意愿，所有事情都不能够发生的，那就是圣父的权威，可以吗？好啊。然后圣父不但是他的权威不但是在这个历史，他是历史上的主宰，这个给我们很平安在那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圣父不但是一切有这个历史的主宰，他也是一切事情的终极的标准，终极的标准。什么是意思是终极的标准啊？就是我们现在几点钟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可能差一分钟、差30秒、2秒钟，那谁是最准确的？那就跟哪一个的。我现在用手机的大家都是跟这个 satellite， 对，手机要不准，除非你是有 satellite， 所以对的时候都是看这个 satellite 的这个。好了，这个 satellite 的这个时间才是标准。好不好？就是有一个终极的规范的，我们其他都是这个这个时间里面的都是跟这个时间的我们都是差不多时间，但是有个绝对的时间，它这个绝对的时间不是描述性的，那是规范性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圣父他是神嘛，他是天父嘛，他是出啊，他是一切终极最终极。都要走到它里面，它是标准的标准，绝对的绝对，应有的应有，最终极的里面的，这就是神嘛，就是神嘛。他圣父就表示出这些规范的标准、规条，我们一定要听的，不听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听。这是圣父所代表的这个事情这个神，圣经这个神呢，然后他把他的关于他的一切的理论的，他的客观的规条写在圣经里面然后我们就必须要遵守了。很可惜呢，我们在这个现代里面呢，很多人他都不是绝对论者了。譬如说，我们看这个书里面在这个58面里面，我们讲了两个很出名的这个伦理学家。第一个是这个古雅格，这个 Gustafson， 还有这个 Stanley Howard。Stanley Howard 他在哪里教书？他在这个 Duke University， Duke 在哪里啊？ Duke 在这个。北卡，对，很出名啊，对，
他写了很多伦理的，他是写这个伦理的理论的人，很出名。他是属于这个他是属于哪个宗派的？忘掉了，是这个Quaker，他是 Quaker。这个 Gustafson 他讲的东西他就没有发表出来，但是呢，这个 Stanley Hauerwas 他出名以后呢，他就不断把他老师的这个 Gustafson 这个古雅阁他的东西就不断发表出来啊，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他了。好了，他怎么讲法呢？他的认为啊，以前哪些所谓的一切的这些绝对论的这看法，比如说奥古斯丁啊、加尔文啊、马丁路德啊、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啊，他说他们这些人都认为圣经是有权威的啊，但是呢，到了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人去再相信这个观点的。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认为圣经没有绝对的，圣经没有权威圣经的话语里面也不是不包括一些客观的伦理的原则。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再关心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道德的原则，那我们要讲什么？他说，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信仰的团体，我们所拥有一些道德的意向。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道德的意向？然后我们这个怎么样把这些意向帮助我们这些信徒啊，在生活当中把它实践出来？所以他讲的已经不是道德原则，讲什么？对，讲原意向，然后画出来，讲的是行动，行动啊。他讲意向，讲行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客观的块条，他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啊。讲，所以Quaker 的是也是这个啊不对，他不是 Quaker，他是蛮会的啊，Mennonite，他是蛮会的神学家。蛮会也是蛮重要，特别是你看新闻啊，你发现比如水灾啊、火灾啊，教会不同宗派奉献啊。我们现在最大宗派是哪一个？美国，浸信会，对不对？对啊，但是你看那奉献，你看人数里面，可能浸信会的是某一些小宗派的 double，我许说10%，ten times more than people more than that，OK？但是呢，你发现他们的奉献呢，他是比较其他宗派的，无论是大宗派还是小宗派，他最起码是有他的奉献10倍那么多。他是真的，你发现一下，他们在很会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去做一些关怀呀，这些实情的工作，他们不是理论怎么简单呢？你看他奉献，你就发现，他们这是很好。我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有一些蛮会的朋友啊，他们都是去大陆接那些小孩的弃婴过来养他们的，然后这些弃婴都是当然是女生啊，然后呢身体可能有些缺憾的，但是他们不计较，他们说哎，我们是基督徒，我就看到这个内地里面就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孩子有一些啊，所以就说。他是要需要孩子，就是去选择这些女生的有缺憾的，去养她。我看他跟他谈，蛮不错，他们这教导都是这样。好，所以是在伦理上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所以这个Stanley Hauerwas 也是一样嘛，他要讲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实践出来，不要讲什么理论的东西，太抽象了。要讲的是我们的意向。怎么去关怀人，然后怎么实践出来，都是他们要讲的东西。这个讲法好还是不好，我们慢慢再讲。但是我首先要指出的，他这种的讲法是理论上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他认为没有发觉所有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切实践的东西、行动的东西背后都是有理论的。他这个讲法，就是
影响很多人啊，很多人跟他学啊，像在 Duke 毕业啊，这些，在我们在神学院都叫神学院，在大学里面的不叫神学院，叫什么？这他叫就叫Divinity School， 他都不叫做 Seminary 啊，这些 Divinity School 都是，我们说它是开放的，而是说后开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开放或者后开放派，就说他不接受。圣经是一个拥有绝对的道德的原则，这个观点，就是开放派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他们注重的不是，他们不再注重一些客观的道德的原则，好不好？要行动出来，但是我看他们出了问题，问题是什么？他们忘掉了所有生活当中一些道德的形式模式，背后都是有理论基础的。你看我们祖国，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当然经过很多东西，对不对？以前在文化 大革命里面，他就是这些不好的行动了，背后有他理论的基础，对不对？现在已经改了，所以你看中国什么十三大什么这些会议里面，什么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什么共产主义里面的什么最社会主义里面的什么初级阶段里面呢，使用这个资本主义是可以的，对不对？你看这个甘泽文，他这个是说资本主义，我们是说社会主义特色的什么，对，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这些东西，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特色的自由经济，对，自由经济，对不对？但是你看，当他现在我们祖国里面，现在我们的表现你看已经改了，其实改了很多，但是他把这些要改的行动的东西，把他这些理论的部分写在这个在他开大会的时候写在里面的党章里面。共产党是很聪明的人，很聪明的人，他是有理论基础的，他的行动他把这些写在下面，他一定有理论嘛。你看没有这个理论，他就不会做出现在我们祖国这个情况是怎样。以前是另外一个理论，所以就会出现这些很惨的事情啊。现在的理论已经在改啊，一直在改了，在改啊。以后我们已经改了很多，在经济的角度上，不是在人权啊，经济里面都是这样嘛。所有东西实践的东西背后都是有理论的，你不看理论是不可以。就像我们讲这些怎么应用这个伦理嘛，你不讲应用之前啊，要很辛苦的去把这个理论基础把它好好理解，理解好以后呢，然后再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通了，我们就能够看到人家为什么会看这个问题。无论我们同意跟不同意他，但是他可能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给他高一层，因为有理论的基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Stanley Howard 这个豪华士，这个 Howard 这个他们太注重这个实践了啊，行动了啊，以为是没有理论的，这是欺骗人的啊。他们这样讲只是帮助他们的相对主义有市场啊，因为相对主义，绝对的相对主义就是已经不理论了，对不对？相对主义是有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他不能够讲理论嘛，他要讲实情，相对嘛。你今天做是对的，是对你来说是对的，我今天做是对的，这对我来说是对的。那什么是真的是对的，不要谈这个理论，你对的对，我对就我对就可以了，实情出来意向。所以他们要讲几个东西啊，所以都是跟他们背后的议程 agenda 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他们讲，但是我们就是发现他这个讲法是有问题。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所有实践的东西背后都是有理论的基础，都是建基于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我对我们福音派来说，我就很喜欢这个马丁路德，他的对很注重这个客观的规范的原则，就是他之前讲，他在这书里面59面，看到吗？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你们国语比较好，你们普通话好，念一下。世界客观的规范标准是神圣准则的总纲，教导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为的是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赞美神。世界是真正的泉源，全世界从都必然是人清流出来的。世界是真正的渠道，一切善功都必然是从这渠道发展出来的。离开了世界，我们的行动与品格便不能被称为良善或蒙神喜悦。纵然这些行动在世界的眼中是伟大和有价值的，讲得很好啊。所以他就说世界是很重要，一切的善功，他其实啊，他这个泉源呢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是从世界流出来的。神的话、世界这些客观的规范标准是这个泉源的核心，然后流出来这些行动，这样走。马丁路德，我看你讲蛮不错，很好，也就是我们圣经伦理我们要高举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是讲多角度的、多元素的看东西，但是我们第一个元素一定要注重的、一定要看的，乃是这个绝对的道德的标准。没有这个，已经不是圣经伦理了。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59面要讲的。虽然我们是很注重圣经里面的这些道德原则，但是我们要小心，圣经里面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条是有分别的。这两个意思是什么呢？规条是什么？规条是解错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是说，圣经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达到一切的原则出来，它的总意是什么？规条是什么？规条说，譬如说，不可犯这个奸淫里面，怎么去守住它呢？这个是很重要。我给你一个例子哈，有些人呢把这个圣经看成是这个 cookbook， 烹饪的主。教我们怎么煮饭的，你谁煮饭好吃啊？这里，我煮饭不行，有时候我很少煮饭，所以有时候我太太走了，我就去哪里，她就叫我去煮饭给我的小孩吃。以前就是，她因为我煮的不好吃，她就写的很准确，她写的就是什么煮什么叫一个这道菜是叫什么，做菜。什么排骨啊，忘掉了。什么一斤盐，两斤水啊，什么三斤盐啊，4斤4油啊，5根草啊。对，就是一二三四五，它是很容易啊，一二三四五就是五种的东西配去了，这个白骨就是加上来，就是去焖它煮它，水把它水全部消掉，那就关掉可以吃了。很方便啊，很方便啊。但是呢，他不知道我们是伦理学家嘛，我们是神学家，我们根本不会。所以他要我这个 vinegar， 我就是说，这个 vinegar 是很久了，就是1年多，我看他都不行了，我给多一些他。最后出来的东西就完全变了，很多时候都是变了。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有时候我发现了，原来啊，就是煮菜是这样啊，就是煮饭也是一样啊。但是煮饭就是，我加这个水分，我就是随便加嘛，就是最后饭不好吃。但是原来呢要好吃了，我就跟了哦，3杯水，好，3杯米就要4杯水，那就比较好吃
啊，要跟得很足的。我发现 cookbook 里面讲的都是它的分量跟的要必须要跟的，但是呢圣经不可以这样看的，我们不能够把圣经看成是个 cookbook。 为什么？但是圣经里面很多的原则，很多的都是讲出来，但是你不要随便去跟啊。譬如说你像你知道的，像摩门教里面他们是一夫多妻的，对不对？他们认为是什么？你看亚伯拉罕有多个太太啊，雅各有多个，雅各有几个？四个嘛，就是讲嘛。你看这些教育的圣经委员都是很多的，所以呢他们就认为是应该一夫多妻的。这个怎样看好吗？不好。为什么？他太过以字面去解释圣经。我发现 cookbook 里面所讲的用字面比较好，不要用我的方法了啊，是不是啊？太随便了。但是圣经里面呢，里面讲的，我们都需要，不是因为雅各他有四个太太，我们现在要雅必须要四个太太，不可能的。不，你我们要看到，你看雅各他的家庭里面，你看很惨啊，最后这个约瑟就卖去埃及，这是为什么原因啊？这是因为他想了齐人之夫，四个太太以后，结果是说家庭就是很吵了。儿子怎么样？儿子彼此争斗，都是这个意思嘛？啊，所以我们要从整本圣经里面去找出他的所谓的道德的原则。你不要单单字面解释圣经，只是看他的道德的规条，出来都是道德的规条，就像这个摩门教一样，那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好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想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注重圣经里面是有绝对的道德的原则，有的，但是这些道德的原则是怎么拿出来呢？不要太字面，有一些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我们是要通过一些整理。就像我们刚才同学问，哎，登山宝训跟这个西乃山的律法有什么关系啊？一定要好好解释，不能不是两，不然我们看来是两套的理论，啊，我们就把旧约跟新约把它看成是互相 conflict 的，啊，冲突的，我们必须把它看成一样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明白，啊，好不好？啊，就是这个上父的这个角度。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些道德原则是绝对的，譬如说我们在参加婚礼的时候，牧师说这是神所确好的，人不能够做什么分开，这个是最高的道德的原则，是最完美的，好不好？好，就是遵守它。但是呢圣经讲的东西很丰富的，他不单是讲一些神的一些绝对的原则，他要讲这个圣子道成肉身。圣子道成肉身使到我们知道啊，我们不能够单单看这个最高的原则，最完美无瑕的原则，我们也要看这个一切历史的处境，啊，历史的处境里面，圣父就给我们看到，其实神是看重，不单看重绝对完美无瑕的原则，他也看重这个历史的处境。真的吗？神也看重这个历史处境啊。神也看重处境吗？历史的处境吗？可以证明吗？哎，你看耶稣基督就知道了。其实神要拯救世人啊，神要拯救我们，他不一定要差耶稣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里面的，他都可以拯救我们，可以吗？是不是？当然可以，他是神嘛，他是权威嘛，不是讲过嘛，所以他
他说这样个方法去请求我们，谁能够阻挡啊？谁能够批评啊？你批评死掉，走，他可以的。但是他谨言的，愿意死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日的营群当中，道成肉身进到我们里面，就要表示出是什么呢？神是关心我们现在的历史出境的。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超越的神，这个看来是八头的 老公公，就是不知道我们在地下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我们在里面受那么多的痛苦，太超越了。不是，他不是这样的神，他哪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处境里面，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体谅我们，也就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信息要我们要理解的。如果耶稣要道成肉身了，那我们就要发现，如果有一些伦理只是单单注重绝对的道德原则，也没有注重这个处境的，那就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这个东西是什么？耶稣责备他们是字句是叫人死，真义是叫人活，是什么意思啊？律法，这就是律法，但是你怎么去理解它呢？要看到律法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律法的背后，它当然是绝对啊，但是这个绝对的律法背后是要帮助人，使到人达到益处。我们不能够在表面上守住圣经，啊，忘掉这个圣经的真的含义，内在的含义是什么东西？如果只是守住外在的，耶稣是批评这些法利赛人士，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的，屈守人的遗传，就是这个意思。出境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相关的出境里面，我们发现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答案。这就是圣父圣子，我们讲完了好不好？然后我们走到去讲这个圣灵。圣灵是什么呢？神需要看一些绝对完美无瑕的原则以外，神也看这个出经，然后神也看这个圣灵。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圣灵第一个的在67面，第一个是圣灵在圣灵是在我们啊，给我们一些理性的指引啊。有时候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有时候有些人呢，一看圣灵呢，他就认为圣灵给我们的是什么，都是在我们心灵里面说话的。这个对，没有错，但是不足够。为什么不足够？因为圣灵呀，通过我们的理性去教导我们，教训我们，引导我们，对不对？这个认同吗？理性是神所做的，那神当然是尊重理性嘛，啊，所以圣灵有时候要通过我们的理性启发我们的理性。我们现在讲的东西你能够明了，明的时候当然是用你的理性，但是这个理性你能够明白的也是需要圣灵去帮助我们嘛，开窍嘛，啊，对，开窍。所以这个圣灵里面呢，不单是在头脑里面的，但是他也去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呢，也通过一些道德的指引，道德方面去帮助我们的，啊，就是理性跟道德两个都是很重要。另外呢，圣灵的这两方面的工作，理性跟道德了啊。还有圣灵的两种的摩西，什么摩西呢？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什么是直接的摩西呢？就是说，圣灵有时候直接的进到我们心里面。有人问我，你是信耶稣吗？是，我是信。凭什么？神与我的神人相遇的宗教的经验，我知道我是得救的，对不对？啊，这个是圣灵直接的
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啊。这种直接的摩西直角很重要啊啊。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哎，就是在英国里面发生一个事情啊。他说，因为你知道啊，打仗的时候呢，在这个英国的伦敦啊，有些飞机飞过来啊，飞过来，你不知道这些飞机是英国自己的飞机飞去打仗，然后他回来，还是呢是德国的飞机飞过来，那你怎么知道是哪种飞机啊？你看这个旅打看不到嘛，对不对？你知道，你只是知道有飞机过来，但是你不能够分辨是自己的飞机还是德国的飞机。但是呢，他们发现有一些，德国有些人呢、啊，他们是站在这个高高的地方山里面，他就看，他一看他就看到是哪一种飞机，凭什么犄角，所以找这些人去叫这些人去，这个很重要吗？这个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但是这个人呢，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写出来，他是写不出。凭经验的，那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个熟灵的东西，其实在生活里面也有很多例子去证明。有时候一些直接的直角的 intuition 的东西呢，都是这样。我发觉啊，我太太看师母看人是给我看人是比较好，我看书比较好，我的理论分是比较好，她看人是比较准。我们结婚多了，我都是信他怎么样，我都是原来我是问他这个是好朋友还是不好朋友，这个是好学生还是不好学生啊？不知道女生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日本也有这个东西啊。日本，你知道，他可以有些人啊，他可以看到这个鸡蛋是 female 还是 male， 能够看吗？有些人能够看的，他说：“哎，怎么看？理论写出来吗？写不出。怎么训练人呢？也是很难，就是讲，然后找一些人出来，然后叫他们去，实情一下，也是就是 try 嘛，对不对？最后发现，哎，这个是蛮有天分，那你就可以做这个工作了。这个人看看。”这个鸡蛋背后里面这个尖尖的东西看了一东西，他就会很准确的讲出来这是男生还是女生的鸡蛋啊，很奇怪啊。都是在生活里面，我在这个杂志里面，最近这个杂志里面看到的东西。这表示是什么呢？这表示呢，我们这个接触的东西啊，有些是直接的，有时候是间接的，两样的东西都是重要，你不要单单看重某一样东西啊！啊，森林的工作的摩西也是一样，森林工作的摩西呢，它是直接，有时候神是直接的，神的灵、圣灵直接的跟我们这个良知说话的，告诉我们、光照我们、更新我们，使到我们知道应该是怎么选择。怎么去做？有可能吗？可能啊，就是圣灵的直接的摩西啊。我以前也有经验，我以前念书念得不好的，我还记得，其实我不信耶稣，不念书的，一直我的志向是开这个餐馆，所以对，从来我就不太念书。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太年轻也是要念一点书。但是呢，问题是我看书总看不明白，因为已经太久没有太念书了。我就特别是我不喜欢这个 chemistry， 我看不懂他的东西。然后呢，我的经验是怎样？我就祷告以后呢，我说神啊，现在我信了耶稣，我看要念书，但是我念不好，是不是我要你帮助，不然我就不念了。他在祷告以后呢，慢慢去看书啊，看到明啊，我最还记得这个经验哈、啊，我也看到明啊，哎，越来看得清，哎，就可以了。对我来说，这是神帮助我了，说我练书越练越好，啊，是不是？我练博士练得很快，我5年的课程，我3年练好。
啊，对，我越来越练越好。我认为是神帮助我的，这是，但是呢，神帮助我不单是直接的告诉帮助我一些东西，也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间接的方法就是说，什么是间接的方法呢？就是有时候神是通过所谓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不是单单跟我们的心讲说话，也是通过一些我们的一些的理性啊其他东西让我们明白这些东西。这两种方法是互相并存的，它的关系是不能够分开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只要单单靠圣灵直接跟我们讲话我们就算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在某一些事情里面我们也会被欺骗了，对不对？我们的良知还是这个良知还是要光照嘛，但是还是有缺憾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神的直接的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都需要通过这个间接的彼此通过对流，我们才会发现是最好的。我们的故事是用这个木有奇遇记啊，这个卡通片啊，这个你听个小木有，他小木有是什么呢？他讲说谎言以后，他的鼻子就长一点，对不对？他是怎样呢？啊，对啊 ，Pinocchio。然后呢 ，Pinocchio 讲是什么呢？其实他在确定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就这个Fairy 就跟他说了，仙女就告诉他说呢，有一个小蟋蟀啊，会帮助他告诉他什么是好的。这个小蟋蟀就是他的良知嘛，对不对？但是总是帮他帮不好的。所以他的鼻子一直在长，啊，这件小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是给自己欺骗了，所以我们需要的不单是直接的这个摩西，也需要间接的摩西互相配搭，我们才会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这是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啊，因为圣灵只有一位。为什么圣灵的直接摩西跟圣灵的间接摩西他一定是彼此配搭的 harmonize 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只有一位，既然是一位，他就会指点我们。有时候单单靠我们内心的心灵的亮光，我们可能会出错，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这个，也要使用圣灵渐渐的摩西，就是理性啊这些东西，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好了，我们讲了这三个方法，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表示出有三个不同的角度，好不好啊？了解三个不同的脱图的，独特的不同的角度元素，其实它是合一起来的啊。有些人就说，哎，太多角度了。那不好，那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是这个世界就是要是 diversity 的 ，diversified 的啊，很多不同的差异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差异呢，还是告诉我们呢是什么？对我来说呢，真理不是一条线来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个方向。所以你可以对，我也可以对，但是我们走的哪一条路是不同的，可以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的，但是是像不同的道路，只要它有些是弯弯曲曲啊，有时候是怎么样，但是它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的，哪就是真理了。我们要把它放大一点，那就会比较好一点。正确的伦理的方法就是这样，这个真正的伦理的方法给我们的是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走向这个同一个方向，找到这个答案，那就最好了。很可惜，
我们想想，我们在身边里面有哪些理论啊，有些什么宗教的人士，他是单单注重某一个角度，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角度的，有没有？有没有？你要例子吗？对啊，他是比较啊，书上有，你可以讲一下些吗？有一种，请讲。是啊，我很认真预习了，所以看到。好啊，非常好。一个就是过分的注重圣灵直接的引导的伦理观，那书上举的例子是以前的贵格会，他们认为在寂静的敬拜中所获得的亮光，较圣经所记载的道德原则更具权威。那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观察到的也有这样子的现象，就是比较灵恩的教会，他们很重视那个圣灵跟他们讲什么是，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然后单一的其实是不够。不单是灵恩的问题，我在大学里面呢，有大学里面，我在加拿大念大学的，所以里面有个教堂啊，我要是我就去崇拜了，崇拜里面我就是进去就坐下来以后呢，他是礼拜天敬拜嘛，然后坐下以后，哎，我已经迟到了，但是坐下以后，大家坐下，最后呢，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大家都走了，他的崇拜也结束了，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是归歌会，他是怎么呢？他们没有 picture 没有讲到的，就是每个坐下来，就要等待这个心灵的亮光，就是圣灵跟他们讲话。通常是怎样？如果圣灵感动某一些人，他的有感动以后，他就站起来，他就分享。哪天我去的时候是没有感动，大家都没有感动，所以大家没有说话，坐下来，然后就走了。以前不知道什么东西吗？就是看看哦，大学有礼拜堂，哎，我们在今天聚会嘛，不要走太远嘛。然后发现哦，这样的，好的。后来就问哦，原来他们是Quaker 规格会的。原来呢，他们就是这样，就是很注重这个，他们崇拜没有，就是心灵感动啊，这样哈，也不一定错的啊。我都是说，好不好？好。注重圣灵有什么不好？啊，只是这是伦理方法嘛。就是如果只是单单注重圣灵直接的与我们心灵里面说话的，没有发现，哎，我们有圣经啊，可以解释一下圣经也蛮好嘛，对不对？啊，这也有这些道德原则的东西啊，所以就是这样嘛。所以某一些什么是伦理呢？我认为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有一些伦理的方法，如果他只是注重这个道德原则，他都变成是律法主义了。如果他是太过注重圣灵的，只是圣灵的这个直接说话，他没忘掉了圣灵也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什么是圣灵间接的方法？这是圣灵也通过一些关门开门嘛，对不对？这些触景嘛，对不对？你很喜欢一个女生。刚才说，哎，我要感动，可以，但是也要等一下嘛，对不对？看看人家有没有感动嘛，也要通过其他的元素嘛，看看谈谈话，看看，对不对？了解一下是不是我们都是性情比较平和啊，还是怎么样东西啊？所以牵涉其他的元素嘛，就是这样，好不好？就告诉我们说，机会的风来了，
你要做一些你觉得不可能做的事情，因为那是 opportunity。 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之前我就祷告说神要给我 confirmation， 所以这是直接的感动，是圣灵的感动在之前。可是之后神是借的间接的方式，就是神那个牧师的讲道让我觉得说，哦，这是神的 confirmation， 所以我就来这样子。我就觉得是 both， 不是 depend on one of all two。对，都是这。我认为就是说，单单注重某一个方向好还是不好？不好。哎，我不会讲一讲好，好不足够。我们做人都是这样嘛，都是有很多。他实在是好的，你注重他说你说他不好，他说注重圣经有什么不好？注重圣灵有什么不好？注重道成肉身这个处境有什么不好？都是好嘛，对不对啊？但是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元素，我们还要兼顾的其他的元素在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平常我在香港教神学的时候，我们收生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个男生出来，他说：“哎，我要感动，神要呼召我去做传道。但”但然后好啊，来啊，来啊，来啊。他在谈的时候啊，他说我太太反对，绝对的反对。那怎么样？最后我跟另外一个老师，我们决定还是不收他。他说为什么不收我？我说我们说，你太太那么绝对的反对应该不好。我们说你回去祷告吧。我们很注重是，那你的感觉是真的，对不对？刚才讲也感觉很是真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圣灵。真的是这个时候是合适的时候呢，啊，他不单是感动你，也感动你太太，也是很配搭嘛，有一些处境里面也是配搭嘛，对不对？所以两所有东西都是要加起来，我们就要这样看了，啊，哈。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圣经的原则，每一个理论其实都是有都是好的，但是也有不足够的。拿一些的方法是单单注重这个，我们慢慢再讲啊。哪个方法是单单注重圣灵的直接的引导呢？不单是我们刚才所讲一些，不是所有灵恩派，不要说灵恩派不好啊，都是好。我只是说有一些过了头，极端了，他是单单有这个。直接的经验，神跟他说话，没有注重其他的元素，那就变成是好，但是不足够，不足够，都是这样啊。不但是这些极端的灵恩派嘛，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些开放派，其实也是一样啊。开放派他们不赞同这个圣经这些绝对的道德的原则啊，他不赞同啊。那他是怎么样去决定什么是好的伦理啊？其实他也是说，就是通过圣灵直接对他们说话，最后他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审查嘛。开放派讲是什么呢？开放派讲的是经验，他是要讲经验嘛，啊，不同的经验呢，啊，他什么经验？不要。这些所谓的外在的道德，圣经的道德的原则，他们强调的是神对他们说话，这种经验才是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些 Quakers 贵格会的崇拜里面，如果他是单单注重圣灵直接跟他讲话的，那就有问题了。譬如说讲一些神学家，这些开放派的神学家，他们也没有圣经的原则，没有开关键的原则，他们用什么去肯定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啊？也是通过这个经验。你看什么啊 ，Karl Barth 啊 ，Berner 啊，这些神学家，这些很有名的神学家，其实他们啊都是注重什么？注重圣灵直接跟他们讲话的。
然后譬如说我们在73面，我们看这个 Bernard 怎么讲。 Bernard 说，他说甚至使徒也不能告诉你什么是应该做的，唯有神自己才能告诉你。在我们与神的旨意中间并没有存在任何媒介，当神与我们相交的时候，他期望以个人化的方法而不是通过任何媒介。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神跟你说话的时候，神不需要通过圣经跟你说话，神是直接的与你说话。但是神是直接通过一些经验，一些神人相遇的经验，这是开放派要讲的啊。通过这些经验，我们就需要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了。所以他说使徒不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圣经里面是使徒写的吧，对不对？不能够告诉你的，唯有神，讲得很好听啊。使徒不能够告诉你，唯有神才能告诉你。这些使徒写出来的圣经已经间接了，已经。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只需要的乃是神直接的跟你沟通，了解这些宗教经验，那就是可以了。另外一个神学家就是这个 Portillic 叫田立科，有时候我打字的时候有，人家刚刚改了，他在编辑改成好立科，他说我打写错了，他在改成好立科。对啊，有时候我有些字我是对的，但是他改错，有时候我没有再看就算了。这次我找到了，不是好立科，是田立科，不是，这替利科，另外在大陆的翻译是替利科。Portillic 怎么讲啊？ Portillic 他讲的是一个道德的行动并不是一种顺服外在律法的行动，它是一种从我们真正的存在，我们本性或被造的本质所产生的内在律法。这内在的律法要求我们在生活中实现出来啊。你看他们外在内在，外在的律法圣经都是外在的东西，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内在。所谓内在的，他们强调是直接的在我们本性里面说话啊。这样讲呢都可以的，不是，不要说他是错，他讲他注重内在没有错，是好的。但是不足够的地方在哪里？乃是他没有注重外在的。圣经已经写好了，为什么你不接纳他的绝对的权威啊？应该是说好的时候，应该是说内在外在彼此连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开放派的神学家，这三位的开放派的神学家，他讲的注重这个内在的东西，其实他是跟随这个Immanuel Kant哲学里面，我有一个哲学王子康德。康德是怎么看东西啊？念哲学的时候呢，老师都告诉我们啊，就是一定要明白康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不明白康德，什么东西也不明白了。虽然其他东西跟他不同，但是都是要从他发生出来的。好了，这个很重要的哲学家，这个 Immanuel Kant 康德，康德讲什么呢？康德他也认为啊。怎么样去判断这些事情是对与错呢？他也是一样，他讲的是我们内心里面也通过一个这个 intuition 直觉，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理性不能够帮助我们，只有通过什么？不，通过我们这个所谓的道德理性，不是纯理性，通过这个道德理性。通过这个道德理性，我们就知道在道德上什么是一定要做的的吩咐，一定要做的命令。这个命令它叫做无相的命令。这些见解呢，在哲学里面是怎样讲啊？其实这些东西都给这些开放派神学家
抄过来，只是表达不同而已。啊，这些都是强调所谓的圣灵直接对我们说话，对还是不对？可以对啊，但是不足够。啊，只要你单单注重圣灵直接跟我们说话的圣灵这个方法，而忘掉了圣父这个方法、圣子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清楚，圣灵的方法也可以分啊，对不对？也可以分直接跟间接啊。你只是注重这个直接的，不注重间接也是不可以，可以吗？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课堂，我们要告诉大家，不同的元素都是重要的，包括在里面。啊，困难吗？那在不困难，哎，那好。那我拍了这个纸，你回家去做一下好不好啊？看看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找到这个答案了。我们下一堂再去重复一下，温习一下，然后我们就都明白了，我们就进到去讲第三章，我们就走去应用了，好不好？好，谢谢大家。